拍一下明星，看看能不能遇到。搞起来。这边都有很多的那种滑手的保安，一般都不让进。发现了还要补票的，兄弟们，几百块钱。让你们看一下周围的一些设施啊，兄弟们。这个影视基地什么四面环山啊。保安问的是群演，剧组问的是游客。兄弟们，这个是王一博在这儿拍的。这位兄弟离王一博0.5米。上镜了，兄弟们。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拍，把人家直接摔手机的。这有一个原始人的洞，还记不记得那个自由降魔周星驰的那个电影？兄弟们，这他妈已经拍完了，在收道具。一到这种剧组啊，里面的人都是盯着我们看，我靠，生怕他妈的偷他们东西一样。假装已经买过票了。这都是什么刚收工啊，兄弟们，带你们看看，妈，不然的话直接被搞了。这是剧组的那种道具啊，假葡萄，看见没？这都是真羊皮啊！万仙门，天梯一样感觉。我天哪，爬这个真的啊！登上来了，兄弟们，一览众山小。景色还可以吧？我是给你大将军带领打仗的那种大场景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看见烤鸭还会冒泡呢，兄弟。道口烧鸡，兄弟们，来一口吧。发现一个庞然大物，很科幻的感觉啊！没有一个真香包。里面都装的丝棉，先一口顶。我靠，都是垃圾。来切块肉。切不了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把成块了，这肉也是泡沫啊，兄弟们。今天就到这里啊。